终于呢，要学习了，不是学习，是。这是我今天的早饭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去喝酒了，然后现在已经12点多了。今天二手卖掉了，这个也跟了我们大概会有4年了，可以从国内托运过来的，这边也可以买了。然后还有多的几个豆子没有用掉的，没有小孩吃啊，今天西葫芦草腊肉，炒腊肉，对，韭菜炒蛋。出门之前这颗已经长成这样了哈，快要发出来了。然后这个呢，叶片已经很高了，它的下一根的节点也有这么高了。回来看能长到多大？这片应该回来开了吧？Ice tea。Ice Americano。一个转角，又来了哈！等会儿注意那只黄猫，我跟它有个特殊的 connection 哈，大家看它的表现就知道了。哟，白猫已经来了，哪位呢？好弄哦，刚睡醒的样子。它现在表现得很矜持，等会儿看一下这表现就知道了。来，先太勇猛了你了。我们等会儿再说。是你的厕所没吹，上不上的呢？哟，来，哎，要派个进去搞一下。哦，对，要派个进去搞一下。No，你嫉妒不？他跳得这么高。他要去找那只老黑了，可能。没了喂，不见了喂。到冬天9月份的时候再去南下。暖和点吧。啊、哦。嗯。10月、11月的时候，5点钟，每天5点钟准时下班，喝个酒，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。嗯，不是你喊他喝酒的时候，他说他不来。谁怕谁得了？嗯，俺痛得了，发烧了快1周，他说。那我们真的是很少见。这个黄黄的是什么？黄黄的。Mayonnaise。我们现在要去野餐，这是一份香蕉，这个是就跟这个是一样的。三轮字哈。嗯，还有一个布朗尼。羞耻不？啊？羞耻不？这么着急了你？看看现场播，羞耻不？Are you a tourist here? Yes. How do you feel like this city? Good. Do you want to live here? No. See you. 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这边有厕所的。
这也有一个自行车 Fitz Park， 就只能我们这里骑哈，不要乱骑着。好球接住了。Breakfast, milk, banana, eggs. 那本来准备了面包配 cheese 和 salmon， 被猫猫啃掉了，所以早饭重简。哎，先用水热水泡一下呗，把纸泡一下呗，水泡掉。这么少的呀？先第一道不要泡过咖啡豆本身。这个气泡是对的了。洋葱、小绿菜、阿波卡多、鸡肉、面包，这个是牛肉，它被一个白色的不明液体包住了。酱，不明酱，好吧。不明酱包住了。喂。Ready to eat? Not ready. 好了。
那边的啦，哎行，啊，又要变，这样子不好用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这就好，好，谢谢。嗯，把你烤焦了，这个猫是危险的边缘试探了，这个猫，我点着了你就没了。一起摆烂，一起摆烂，我们一起摆烂，好吗？同一个世界，同一种猫，会喝你桌子上水的那只猫。优雅一点呗，太大声了。导演，介绍一下，导演，今天的这个是阿乐点的三文鱼。嗯。这个是他点了一个鸡肉加蔬菜拼盘，这是一个套餐。然后小刘单独点了一个咖喱鸡套餐。今天的饮料是橙汁，这个已经准备好了，完全不够喝的啦。终于呢，要学习了，不是学习，是吃东西的时候看片了。我们来这好多天了，没有看节目啊 ，out of internet 嘞，来。那导演今天看什么呢？今天看脱口秀专场。OK。我慢点。今天的晚饭，这个是我的 shrimp 沙拉，太热了。这个是 chicken 沙拉给小牛的。然后饮料就是绿茶和牛奶。嗯。睡醒了。哪边是东方呢？哪边是东方呢？哪边是东方？来了。哦，下面还有面呢。太热了哈，吃点沙拉，都是好吃的。然后这个也给它。喵喵入镜了。嗯。我们现在出门散个步，因为家里实在太臭了。今天我是上吐下泻躺了一天。太奇怪了，什么行为这个是？这是什么行为？